台东县富有丰饶的土壤、纯净的水源及生物多样性，在地的小农、农产业者为保有珍贵的自然资源，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生产出具食品安全的作物与加工品。台东县政府为提高台东农产品的销售，将原本的肉品市场转型为台东县农产公司，进而成为肩负严选、行销与通路的资源整合者。因为消费形态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公司可以让它转型，一方面为公司长远的未来做更多的永续经营的这样的方向，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让它成为一个农产公司，它在毛猪的这个业务之外，可以帮助更多台东的农产品来行销出去，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小农，把它的产品做更好的推销。在台东县农产公司成立之际，购购台东电商平台也应运而生，并作为在地小农的方舟，也让消费者端能够在平台上以最便捷的方式购买台东在地生产的优质农产品。购购台东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教育的工作要做，因为小农过去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电商平台，那很多是需要他们配合，我们也透过影音帮他们去录制影片，在平台上面有他们的自己的虚拟的商店，然后增加这些农产品的这个故事性，由他们自己来解说他们怎么样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生产出这些农作物来。因为我们东部的通路并不是那么发达，很不好行销，透过台东这个平台对农民帮助非常的大，因为有它的曝光率，全省甚至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我们农民辛苦栽培非常好的有机，还有的是基因谱的。在透过平台上目前上架的有梅精，然后豆腐乳跟 Q 美紫苏美都有上架，然后养生蔬菜呢，我目前上了有七种的蔬菜在上面，帮助就是说可能在栽培方面啊，就是可能会变对我们比较方便一点，就是说它可以在搭配其他产品一起寄送出去，然后分担我们的运费这样子。购购台东电商平台除了贩售台东当地小农农特产品外，目前也推出五种自制产品，更特别举行新品发表会和主厨上菜秀，将台东的元素融入产品和菜色当中，让各地的民众皆能一饱口福，享受台东最纯净天然的产品。台东农产公司现在除了帮忙台东其他的产品来做销售之外，我们也推出自己的产品啊。今天我们推出了红梨肉松、红梨肉干啊，另外我们推出三款的这个日晒手作面，有红梨的口味，有姜黄的口味，还有一个木鳖果，木鳖果是最近农政单位极力在推广的，颜色非常漂亮的一些蔬果啊，蔬菜。还有干果，我们今天特别做了一个上菜秀，全部都是用台东的在地的食材啊，不管是拌料啦，不管是这个盐巴啦、油啦，当然还有我们的红乌龙，我们这边的放山鸡，我们的山菜、野菜，用很简单的方式把这些料理呈现出来，那也希望消费者都能够从这边得到一些概念啊，将来可以也自己来料理这个最好的菜肴给自己享用。这一次购购台东找我们来帮他们合作做一些他们产品发表的东西，那以他们三个主题，一个是红梨，一个是姜黄，一个是木鳖果的面，然后下去做发想，对，然后再去配合他们购购台东平台上面可以取得的酱料，然后做出来的东西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在家里用 APP 就能完全买到这些食材，那家里也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我期待这个台东农产公司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的农民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同时也让他们的好产品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来享用，当然农产公司本身它也要不断的研发新的产品，让这些好的产品能够把台东的特色展现出来。购购台东与平台上近百家的小农农产加工业者共同为了提升农产价值与安心消费、环境永续等，合力开拓台东农产精品蓝海，并与小农们共建、共创、共好。
观众朋友如果想购买台东的农特产品，可以上GO GO台东电商平台购买哦。